爸，我问你个问题。嗯。你觉得我有学数学的天赋吗？那当然了，你是我女儿啊。那如果我有一天不想学数学，你会逼我吗？那当然了，你是我女儿。那你会永远爱我吗？即使我没有培植那么聪明。那当然了，你是我女儿。爸，你不是一直好奇我为什么知道那么多事儿吗？我承认，我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。我早就知道了，你们那世界里还有红头皇后，是不是？有小爱丽丝。裴真来找你了。嗯。哦，我换个线。你是要回去了吗？嗯。我以后都见不到你了。我走了，这个世界上还会有一个林朝夕，一个真正属于这个世界的我。他也许很温柔，很敏感，很脆弱，帮我照顾好他。嗯，我会的，我说到做到。我能再来一次你的手吗？走吧，走。小兔崽子，拉我女人手啊！得提防点以后。